我们现在来领通知书啦。好多同学都还没有来，怎么样，发了没有？这是啥？暑假作业吗？全部定在一起是吧？真是夸张，来，薛明阳，张蔚然，张梦月，吃大汉堡呀。我一直带的都是咱们这个高年级，一直带的都是六年级，然后今年也是这波六年级带走了，正好下来，正好接着在这个补上班。因为我一直带的都是这个高年级，所以我对学生的要求一般来讲是比较严格的。在我的学生啊，这个五年级虽然是五年级的，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就要开始要求他按照小升初来准备。静宝，小伙伴们都很好奇你的考试成绩，你给大家说一下呗。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都是 A。都是 A 是吧？老师不让公布分数是吧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好吧，今天和妹妹来吃饭了是吧？对，还是熟悉的地方，小不小的。你店里装修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今晚你看这个什么？香菇。香菇吧。样子。现在在做什么？这个好像是穿越时空的那种感觉。动感飞行体验器。现在在排队是吧？看一球。四个小姑娘。他们两个现在进去了，在体验这个疯狂过山车，感觉像掉下去了一样。啊，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刺激呀！有点儿。